母亲，你是怎么找到七指地的？你没有经历生死是因为九天术？嗯。之后我还得炸三次，下次我再不见了，你就乖乖等我回来，别再折腾自己了，我心疼。周勇。嗯。以前也有人让我等他，可他一直没有回来，我怕你也不会回来了。别怕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，我保证。我也一定不会让自己出事，所以小丑八怪，你也一定要心疼一下你自己。周勇，你喊什么喊？我说那天怎么没找到你呢？原来你是有了新欢了。你别忘了，我儿子的婚约还没解除呢。婚约？我以后跟你解释。哎，走，你别走啊！娘，你把他给我退了！快，你放手！娘，你放手！走啊！娘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什么娘啊？你这个傻儿子！你给我，你这个傻儿子，都是你！哎，那个啥，我是可以解释的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。行，没错，成亲是真的。不是吧，罪不至死吧？成亲，我完全可以解释的。当初洛明轩苏醒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可是我力量薄弱，不得不借助空空丸的力量。可这空空丸的价格简直离谱，所以我就想找人帮我买。可是那个地方只有亲缘关系的人才能互相帮忙买东西，所以我把自己卖了。没有，好。算是卖了一半，不过我保证，我跟他只是有名无实。待我将欠他的银两还清之后，便断了这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？你很生气啊？怎么样才能让你在七指地富可敌国？做好事。小狐狸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害人的狐狸精，我看你想往哪儿跑！我正找你们呢，我钱给你们还上了吗？快把你儿子找来，把绿书写了。把我儿子找回来，我儿子上天了。你还写什么绿书啊？你把我儿子还给我！什么叫上天了？上天又是什么制度啊？你儿子上天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怎么还你啊？就是因为你做的那些好事，给我儿子做了这么多的好事，攀上了功德，我儿子上天了，回不来了。给你们这些功德高的人做好事，还能让你们上天啊？你们七指地这规矩一开始也没人跟我说。我眼巴巴看着我儿子上天了，我眼睁睁看着我儿子飞走了，消失。我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回来呀！妈妈想你。啊，绿书不写了？你现在已经是遗孀了，找谁解决？我为了两颗空空丸得了一个寡妇的名号。别提了。哎，先去司马荣那儿避避。还我儿子！咱们俩现在啊，都用不了顺行术了，只能抄近路了。